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负角公式的证明。负角公式有好多个，那我们就拿其中一个来作为一个例子。首先的话呢，我们来介绍的是这是一个长方形，中间有一个平行四边形。好，那我们就来看了。假设这个平行四边形这个角度叫做阿尔法，那么这个角度叫做贝塔。我们来看一下下，那么。 这个是九十度减阿尔法，α, 这是九十度减贝塔，β, 所以这个角度是阿尔法加贝塔。那么这个长度是 m，这个长度是 n。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中间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多少呢？我们来先写一下，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三角形的面积叫做二分之一两边夹一角的。 正弦，所以是 m 乘上 n sine a l p a 加 beta。那么既然的话呢，中间的这个这两个三角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就是把二分之一拿掉，是 m 乘上 n sine a l p a 加 beta。好，现在的话呢。 中间这个平行四边形，我们已经算出它的面积了。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算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那么我们来做一点挪移。首先，我们把这个三角形向左上角挪，挪过去了之后，然后第二步把这个三角形向右边拉过来，再把这个三角形往底下拉。 拉完了以后，我们来看这两个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刚刚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那么我们把它的参数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首先的话，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一段是多少，这一段就是这个斜边在这边的投影，所以这边是 m 乘上 cosine beta。那么这个呢，这这一段呢？ 是 m 乘上 sin beta。好，我们再看那边，那边的话呢，这个的话呢，在这边的投影是 n 乘上 cosine a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我们就写在这边好了。n 乘上 cosine a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这个是。 n 乘乘上 sin alpha，那么我们把它写在这里，n 乘上 sin alpha。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的这这个长方形的面积跟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我们来看看这个两个相乘就是中间的这一块。来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这两个相乘，这一块是这两个相乘。 那么我们就把它的全部的内容写出来了。这个的话呢，因为它们全部都有 m 乘上 n，所以我们一律把它不写了。我们就这么说了，长方形的面积是 m n sine alpha 加贝塔。我再写在这边，sine，刮胡，a l p h a 加贝塔是等于 n 乘上 m，我们不写了，是 sine alpha。 cos 贝塔加上这一块面积这块面积 mn 我们不写那就是 cos 阿尔法 sine 的贝塔那么我们利用了这个方法的话呢证明出了我们附角公式的其中之一就是 sine 阿尔法加贝塔是等于 sine 阿尔法 cosine 贝塔加上 cosine 阿尔法 sign beta